中方一贯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作，促进和保护人权。中方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、工具化，反对在人权问题上搞选择性。我对佩洛西众议长感染新冠肺炎疫情。 表示慰问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